Morning class. Oh, 小朋友，Let's move to page 64，课本的64页。Phonics time. 好，来，这个呢，这边，左边的。U 是学过的，好，那第一个字，小朋友念念看，seek you a teat cut，给 what is cut？剪。切，剪断，切断，好，cut。All right, next one，怎么念？T U a b tub，OK，what is tub？浴缸，好，所以前面两个。是我们3年级学过的哦。好，那4年级呢？再多一个规则，U space E，你猜猜看要念什么？跟之前的 Unit Start Unit One 到 Unit Three 的那种规则是一样的。你觉得 U space E 要怎么发音？U 就是字母的名字的那个音，U。You，好，那第一个字呢？Cute，cute，what is cute？可爱的，好，看得出来吗？图片，这个小女孩可爱的。OK，next one。好，如果改变这变成这个字，这个字母是 B 的话呢？Cube, cube. What is cube? 立方体，好，立方体，它是一个方方的，立体的，立方体。All right. 好，再换下一个。Cube, tube. What is tube? 箭头指的，试管。哦，就是你们自然课做实验的那个试管，玻璃的那种试管子。All right, next one. The Duke, and what is Duke? 公爵，好，那个这个是在那种欧美国家以前哈那种。哦，那种国王的那种时代的一个官位，公爵，Duke。OK，好，那我们请小朋友呢跟着 CD 念一次。U, a, U, a, cut, at, cut. Tub, tub, tub. U space E, U. U space E, U. Ute cute, ute cute. Ube tube, ube tube. Ube cube, ube cube. D uke duke. Duke, Duke. 好，那我再问你哦，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 cut, cute？哦，你看这右边的怎样多一个这个 e 啊，塞人 e，它这个 e 是不发音的。它虽然不发音，但是它会让这个前面的这个 u 呢，发音不一样。
cut. Cute. 那这个呢？ Tub. Tube. 好，也是多一个不发音的 silent e， 好，就变成 tube。OK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老师呢，请你们来看这个拼读魔法师，好，让你们这个拼读魔法师让你们轻松一下，轻松一下，增强你的记忆。